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这好像蛮深的，但它有那个东西才有办法挂神钩哦，就是要有一个类似可以挂神钩的地方才可以下去啊。对啊，啊，好蛋的，我以为随便跳的，没有。好像是，感觉没有像之前那个炼铸厂这么有一个现代感。这好像蛮个石洞。你看水可以泡哦，你有没有怀疑一下这水会泡出去？因为水都可以泡。那可能不是水啊，那可能是墨汁啊。真的是蛮黑的，没有错。看起来那么黑，如果是我就没有想一下水。胡椒发射器，还有鸟啊，在掉脑袋切切，小独角渣渣，哎，真的好好，你还记得那个名字？那个名字超可爱耶。对呀、啊，前面叫红红红，拿胡椒发射器对着猪鼻子，它就红红红啊，它那些，它还会飞耶，它有时候会莫名其妙飞在某些地方，很贵。这边的药草包是那个香菇哎，那个增加14%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血条下面那条绿色的会慢慢增加，如果一直增加到一定程度，然后会怎样？你就会血会更多吗？就是可以补血的量。不懂，那你现在可以补多少？就补那一段绿色的量。哦，所以如果你下次喝药水，你就是补那么长哦。对。那如果他补到绿色满，可是你其实没有伤那么多，他下次还是补这么满，那不会浪费啊？嗯，那他就会扣到刚好，他不会一直扣下去。哦，就是给你扣打就对了。对。哦，又中二又帅的武器名，没错。好酷啊、哦！应该是要爬过去吧？为什么不是飞过去？这样会假死吧？它地下可以走，就它可以下来。我真的觉得这是油啦，这是机油水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机油，应该不是吧 ？OOA 机油，我机器就会有油啊，有油就黑黑的，就是机油啊。油，它是汽油啊。但我的脚不是都油油的？这是汽油油，油腻腻，欸、你上不去的耶。上不去，怎么办？跳中间那个圆的。对啊，我还跳不下来。跳那边呢？你先下来观察再跳啦。不是我下不来，我什么？我先要下来。观察一下啊，这边嘛。那你跳这边呢？你没有到对面啊，你就一直要爬对面，是不是？你跳过去看看哪用跳的？会不会是这样子？往上，往上要跑得比较快。加油，梁若英，加油！快呀、啊，快跳！我在跳啊，你没有感受到我一直在按吗？没有，按那么大声的。没有，没听到。我相信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听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录不到吧？录不到啊！录不到啊！所以没有人知道你很用力。你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我拿不起来，烦嘞、欸。赶快丢掉啊！他为什么资源丢100个？晚上好，安安，安安。嗯，saving these for the trail。我知道姑姑的名字，感觉就不太能够回血。好、哦，看来又到一个门喽。这一次好像没有受到很多阻碍，跟第一次走炼铸厂比起来，还是因为我还没有升到内部。因为你带谁？你之前都带谁？哎呀，等等等等等，看一下，看来进来了，好科技感。嗯。
因为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用，看他一下就进到墙围墙里面。用什么看直播的人好少，我觉得你如果去大陆游戏直播平台会人很多哦，这样子哦。目前我是没有去的规划了。哎，出！大只啊！巨齿兽！不点你还是不要看电影啊！哎，我觉得我还利用那个小小的地方，没有被子进得来，一直敲门待在外面，他进不来吗？那么多小，进不来吧？哎，我的火焰什么时候这么容易烧起来？因为你今天特别准。哎，这奇怪的光波，我第一次看到巨齿兽远距攻击。这样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不要电掉！等一下，我要出来，最起码我还可以躲。它好大啊！就你坐那边，然后引它来不是吗？对啊，那它不来吗？哎，它怎么跑到后面去了？回家睡觉啊！原来是这样子吧？然后可以拆哦，有点技能就可以拆了，以前是不行的。明明就是未来黑科技，结果都拿来做不切实际的自动门，输送带跟机械手臂，他们应该是在制造机器用的吧？啊，突破了，突破了！嗯，还好。他是巨齿吗？啊！哦不，不晓得他是什么。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哦，烧起来，冰冻他啦！哎，门关起来了。不是，他跑啊！哦，你刚刚被他的脚掌打了，压趴了。快跑！赶快跳上个机器逃跑！等一下，他不过来没有路，你躲在那边，你躲在那边当盾牌。不行啊，还是被触碰啊。不是吗？哦。你还没死，差一点。你在哪呀？你怎么不过来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来。卡住了，上不来。他居然电不了。我觉得这次一定不是一般的巨齿兽，他怎么特别强的感觉啊？是你刚刚来的地方吗？对啊。为什么我觉得他好像比较强啊？还没狙击，撑住了。快狙击！你又开始干嘛？那不是我打、啊，我都是在旁边叫嚣的那一个。一发电电不起来。我觉得这次真的比较强啊！无尽攻击啦，近战！哎，他的脚胶是还有紫色的，射吧啦！其实还有罐没有打开，哦，旁边好像还有弱点，你好像没有满足。对啊，那边是还有个紫色，还是那紫色不是？那个紫色应该是吧？不知道。啊，是。Sorry， 它不是一般的巨齿兽吗？哇，它是青眼者。不要乱认好不好？难怪比较强，看起来长得像啊。然后打了一架。Got too much already。难怪那么强，你东西都太多了怎么办？用火烧没有什么用，也没办法啊。你不能把一些东西丢掉吗？你有些可以不要啊。我刚刚已经丢了一些了。那你这样什么好东西都拿不起来？有好东西的时候我再丢吧。你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啊？就，看情况哦。这回去都可以拿去卖给店家，他们可能会夸你很棒棒，好棒棒。我现在没有办法了。好吧，你上去了。你这样等会不会卡住？因为你这样会卡到我。没有卡到。应该有个可以上去的，你找。你跟刚刚一样。好，我找。等右边那个啊。真的可以吗？右边那个啦，那个叫那。
哪边？爬上去，那个可以爬吧？这里吗？那感觉就是你跳起来的高度啊！你看我多么的聪明，了不起啊！那边应该不行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啊？怪兽、啊？我应该是要去覆盖这个之后，我才可以，那我才可以解除它的危机。往上，往上。来，这个，这红红的、啊，看看有什么效果。它应该是有办法解除那个电网。那你现在是被电网电住过不去啊？对啊，我关了什么？哦，我关了那个，关了什么？啊，没有跳到。怎么这个样子？你这两个都跳不上去，下来啦。这么难搞？他在旁边不能跳。哎、欸，啊，往那边呐、啊，是已经可以过了吗？上面。那另外一边到底要怎么上去啊？可能是从那边过去啊，啊，还是那边。另外一边有东西可以捡，我想要去一下。那又是要爬的，不是？哎呦，我又掉下来了。哦，啊，好方便啊！有人掉下来，看准，看准，落地。什么啊？我只想啊，根本带不走嘛。啊，其实原本应该是要这样子过的啦。不然你原本那个要干嘛？就这边解开之后再搭那边过去，然后刚好到对面了。是这样吗？对啦。没关系啦，人都一样啊。好吧，我就到他这走好了。我家里都是东西，就不要说话啦。那我不要说话，我急。原来这个猎人住的塔好复杂哦。我就找就找就找那样吧。哎，我觉得我被骗了。我觉得我被骗了，这边不能走，可恶！上面吧，上面呐，可恶！那你还想用飞的飞进去啊？所以我还是要走另外一边啊。哎、欸，等我，等我！哦，有了，旁边那两只要干嘛？我觉得它是用磁力在运送东西。是啊。嗯，到了。我也只能待到这里啊。嗯。哎呦！能不能哎、欸？来吧，他们可能过不去，为什么？他可能是走路过去。是啊，我跳没有办法跳到隔壁的，好奇怪啊。这练路场特别卡，他平常动作都很顺。你看是不是可以上去啊？那边有个洞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对耶。你看那个，你可以窝在那个角落吗？它只有侧面的时候可以跳，因为它只有一个机会，还是我这个可以直接跳？跳过去看看啊！不行！啊！哎呦，重来了，卡关了。一样的地方没有啊，对啊，再回去，你又掉下来，还没有没有，走这边啊，主要可能按一下 focus， 看看有没有辅助吧。他的那个手是给他点力的意思吗？就吸住它吧，我觉得。什么吸住它？啊，不对，我是还没啊，还没到。哎，你不能塞在这里哦，你不能躲在这边给它转。
不能啊，要转到这里面我就掉下来了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，好像再跳啊，再跳啊，没有就过不去啦，就不能跳啦、啊。那你不要动，看看他可能把你不会，他居然把我装下来，是吗？那你不是要用 focus focus 啊？就这样。啊、哦！转方向、哦，刚刚有扫描就知道了。笨笨的没有扫描，他去打哦。嗯，打了他就会转方向。啊、那我们刚刚用打的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样我就不用自己跳啊，神经哦。就是因为没有扫描啊。辛苦这么久，你看以后谁是 focus 转？看他三角形，就想要游戏王的那个金字塔。我没有看游戏网，那个金字塔有名都不知道。五层游戏不知道怎么样，好看耶！打他，偷偷打他，无尽攻击。你这样如果被发现怎么办？这个是隐身用的。骗人！我看他等下冒黄眼睛，你看他的眼睛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喔，他不会实际上看到你、喔、啊！打他，打他。他还是发现你没有啊，他刚刚明明就有变红眼呢、啊、但是你还是来不及了。刚刚有扫描就知道了，白痴和他是千鸟。我才不要做这种 T 恤勒。然后把这句话放在前面啦、啊、我放在前面又看不到，要放背面吧。前面你不会看着你自己的身体啊，那你放在对方的背面，就是放衣服的背面的话，你看互相看对方的背面，就会记起这一句话。是这个问题吗？是啊，如果真的要以记住来说，应该是要放在背面的，这样我觉得啦。那有多一只，你还没发现的啦？哎、欸，怎么就死了？临时拖下去。所以他的无定攻击还是很强的，他是无伤攻击。哦，无伤攻击。对，这边是算是给我补血的地方吗？模拟刚刚那个水池就是要让你跳下去晋升，来跳下去晋升，你就要回复很多血，跳吧。哟、欸，哎，它草深哦。什么草深？草深。我以为它是浅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那下潜下潜，那可以下潜吗？刚刚不行啊，不行。教派、啊，天啊，教派人刺客。真的会有人想要穿吗？那你要加入吗？先送你一件。哎、欸，我上不去、欸，怎么办？什么？还是下潜啊？嗯，可能走那边吧。他可能之后会叫你下潜。哦，有了。Damn, boats are full of water.现在都是你了，熊。还没有了。我不跳下去晋升怎么知道靴子里面充满了水呢？他不是这样讲的，是这样讲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是我刚来的路啊。走错吗？刺客暗杀等于无声攻击。啊，你那补给箱都拿不起来，好可惜哦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又很缺材料。那你的物品到底是可以放多少重量？100种。哎，那就三一三组一组，三一三呐。100个。有没有哪些字都不重要的，你就把它丢掉，一个的都丢掉啊。一个的才是比较稀有的。那有个50个的你也丢掉吗？我丢都是丢这种很多的，这其实这种很多已经丢掉不少。通丢啊，都通通丢掉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如果很容易捡的，其实都丢掉啦。例如什么东西很容易捡，就把它通通丢掉。或是什么草地上每次都会看到它的那一种，就通通丢掉啊！你要再晋升一次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找路，那条路不是啊，啊这边啊。
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